大家好，你看，奥运会的金牌，我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是呢，首先我想感谢你们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感谢。赢了奥运会真的是一个梦想实现，从我小的时候，这个是我的梦想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。昨天睡不着，一直想，哇，这个太特别，这个成绩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呢，我很期待可以享受这个时间，回丹麦跟我的家人庆祝这个成绩，然后我得继续努力。好的，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支持，再见。